你背的不少啊，有三四斤，漏谁不漏？漏，漏那大了汗，回家走个鱼塘。好，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肥酷，今天又出来钓鱼了，今天来的比较早啊，大雾弥漫，来的早了可以有的挑有的选啊。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水面，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水面还没有钓着来。冬季钓鱼啊，我们找到鱼比我们幼鱼的效果更好啊。幼鱼的话，有可能啊，你真的半天都幼不到一条鱼。大家看，好多水草，但是并不是说有水草啊鱼就多，你像这种水草啊一般鱼不会太多，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小。那边有一个大片的，那边应该可以，我们去那边找一下，看有没有更好的。来得早就要找更好的啊。这边也有一个，那边还有一个，我估计那边那个更好，因为这边有一大片草啊，那边也有一大片草。我们找这两个草中间的地方，那个地方肯定是鱼道，我们等一下过去看一下。兄弟们，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好不好？我认为就是天然的鱼道啊。我等一下准备把这个窝子打在那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？那个角那里，还有这个角这里，啊，打这两个角，准备打在这个草前面这个地方。这边也给他打一个。就打这两个地方，这应该就是一个天然的鱼道，这两边就是天然的鱼窝。我感觉到今天要爆货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哎，好像有动作啊，这是鱼在拱啊，中，哈哈，哇，哟哟，这尾还不小，这尾还不小，哎呀，第一竿就中鱼了。看一下这天然的鱼道，真的是爽了。找到鱼很简单啊，我们想把它诱过来，真的是很难。漂亮！哎，有动作啊，在拱啊。我们等它拉一下，动，漂亮。来吧，天气还是太冷了，鱼口比较小，比较轻。第二尾啊，这个比较小，所以这个鱼口也比较轻。挑一下还有劲，哎，下去就有口，上来，下去就有口，来吧。看来这两个窝子是打对了啊。咦，来了，不能动啊，轻轻一动就动了。
这玩意儿不经逗啊，一逗就过来。待会儿已经钓了六七个了，八个了，还是挺快的。哎，中，拉上跑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看一下今天的鱼货。找到鱼啊，想钓鱼很简单。才来了一会儿，一只都有口。我们把这个鱼货送给那边的老师傅吧。老师，这鱼你要不要？不要打了。好，送给那个老师傅。嗯，这大条的话，你追的不少啊，有三四斤。你这主要是，漏谁不漏？漏，漏那大了哈。回家走个鱼塘。好，中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收了。